美妞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我抓你来男这里难道是睡觉的吗？你说完了不说？我真的不知道大哥。说不说老子电死你。出去了大哥。真的你讲了真的。漏电了。妈的怎么漏电了？出去开灯。对着他骂人啊！他走龙啊，有问题。大哥，烂东西，有什么想的吗？肯定是调虎离山，叫我们出外面找。好的，调什么？都跑远了。先把屋里面全部找遍了再说。黄家街里能打到哪里去？就是啊，外面黄家街里，他敢把豺狼虎豹。肯定把他吃掉！到我来了，你等等。哎呦，出来！娘的，别来跑！敢出来？啊！被我抓到，你们就死定了！人呢？跑到哪里去？上面！出来！快出来！啊！快躲起来，我把他引过来。快帮我松绳子，我们快逃。你还想逃？娘的，逃到哪里去了？喂，醒醒啊。快帮我解开。吃了那么多白粉，又赚了不少钱了。都丧尽天良了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呢？就是啊，还要割我去卖，割我的肾去卖，机关贩卖，他们完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先把他们绑起来。你这个主意是？我自己跑了，等一下你不要去祸害别人呐、啊！识相派，把我们松开！要不然没有你们老狗似的。
张经理，死胖子啊，还松开，让你继续打我们啊，让你，就是，让你们继续祸害别人，把你们松开。好。不要命了是吧？啊，不松开，挡上，被我抓到，你们两个就完蛋了。跟你说，不是我抓你挡上了是吧？现在是你们被我抓到了，你们把我割去卖肾，让我有啊，还怎么活？还把我卖给那些老头子啊？世界法治社会那么嚣张？干嘛？妈的，摸什么？摸手机啊，打110啊，不要出声。喂，110吗？你快定位这个手机，我被两个人贩子啊，还有一个女的被两个人贩子拖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说，两个男的，两个人贩子被我们绑起来了。行行行，你们赶紧顺着这个定位过来啊。好。赚钱的啊，机会那么多，你们选择那种违法的，那关你什么事？俗话说，行有行道，行有行规啊。我们这些也是赚钱的，你们赚钱啊，你们拿我的性命去赚钱，必须要你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们这些贱命，妈的！哎呦，把你们打！还嘴硬是吧？以后你们就在牢里去吃免费馒头，去踩缝纫机。就是、没有个十年，喂，你有个十年八年，你出不来了。你们实现把我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从警察局出来，你们两个就死定了。等你们从警察局出来，那个白发都长满了。你们前脚一出来，我后脚就跟着出来了，你们就死定了。你们死定了。